庭院里头的。你把快递给他送着吧。好。外头人都爱。嗯，不行。那俩的。那是何姐。那个房间里。那就这么一点灯。这个，小妹，你在这放着呗。行，你这么说，是最长的。那里奶奶，你哭啥嘞？过几天都回来了。是。你看你不高兴，俺娘也不高兴。你这个还不得劲，咋的？这一天受不了。你要不着急点，这回是最后一回了。你不得劲了，杨哥也不得劲了，啊？别不得劲了，这最后一回能不过来？嗯。别哭了啊！我累，我跟你不是跟你说得了药了都不起来，啊？嗯。别着急了，你着急也不得劲了，也不得劲了。你不要哭了啊！走吧。嗯。你过来，回来过三四天，嗯，多少天啊？真去了，得了不去了。也不得劲了，你不得劲，俺不得劲。嗯。啊，说话呢啊，说话。嗯。别着急了，奶奶。嗯。你叫到时候也买回来啊。哦，放心了。嗯。那给你拿好嘞。拿好嘞。哦，那家伙乖叫俺奶奶啊。好好啊，来吧。你在那骗俺娘，俺娘上那一会儿一会儿光光。嗯。啊。好好。今天晚上上你家睡觉。嗯。你来我去啊，不要着急了啊。什么运车？嗯。转一大圈儿回来，都这行了吧？